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investment day 在 Mid Valley 的这几天，我有讲要过来这个讲师在分享这股票知识，我觉得很不错啦，所以我就拍来让大家看一下。在这里哦 ，OK， 他的制作非常好，谢谢。对，那现在我们要讲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刚刚讲到巴菲特，那我们现在要讲格雷厄姆。公司基本面，投资股票其实什么叫公司基本面？一家公司如果不好，我们去投资它，危险不危险？一家公司好的公司的 return on equity， return on equity， OK， ROE 呢最少要有15%， 15%， 不是我讲的哦，那也不是巴菲特讲，是巴菲特的老师叫格雷厄姆 Benjamin Graham。